让许多台湾车迷难以忘怀的本田雅阁，第十一代 Honda Accord 正式登场，采 1.5 涡轮与 2.0 油电，取消 2.0 涡轮，帅气外观带有内敛风格，熟悉的 Accord 外观已不见老气感，采用家族设计语汇，蜂巢式水箱罩加上 LED 头灯，外形相当好看，车尾采用玫瑰设计搭配小鸭尾，加上复杂尾灯设计相当立体，内装也采用 12.3 寸多媒体液晶萤幕，结合 10.2 寸全数位仪表，主被动安全部分最新 Honda Sensing 具有 Level 2等级半自动驾驶辅助科技，动力部分 1.5 升涡轮拥有192匹最大马力， 2.0 升油电为204匹马力，搭配 CVT 变速箱，预料油电车型将是销售主力。让许多台湾车迷难以忘怀的本田雅阁，第十一代 Honda Accord 正式登场，采 1.5 涡轮与 2.0 油电，取消 2.0 涡轮，帅气外观带有内敛风格，熟悉的 Accord 外观已不见老气感，采用家族设计语汇，蜂巢式水箱罩加上 LED 头灯，外形相当好看，车尾采用玫瑰设计搭配小鸭尾，加上复杂尾灯设计相当立体，内装也采用 12.3 寸多媒体液晶萤幕，结合 10.2 寸全数位仪表，主被动安全部分最新 Honda Sensing 具有 Level 2等级半自动驾驶辅助科技，动力部分 1.5 升涡轮拥有192匹最大马力， 2.0 升油电为204匹马力，搭配 CVT 变速箱，预料油电车型将是销售主力。让许多台湾车迷难以忘怀的本田雅阁，第十一代 Honda Accord 正式登场，采 1.5 涡轮与 2.0 油电，取消 2.0 涡轮，帅气外观带有内敛风格，熟悉的 Accord 外观已不见老气感，采用家族设计语汇，蜂巢式水箱罩加上 LED 头灯，外形相当好看，车尾采用玫瑰设计搭配小鸭尾，加上复杂尾灯设计相当立体，内装也采用 12.3 寸多媒体液晶萤幕，结合 10.2 寸全数位仪表，主被动安全部分最新 Honda Sensing 具有 Level 2等级半自动驾驶辅助科技，动力部分 1.5 升涡轮拥有192匹最大马力， 2.0 升油电为204匹马力，搭配 CVT 变速箱，预料油电车型将是销售主力。欢迎光临爱吃星球，今天我们将来试吃网友推荐的好物。首先第一杯饮料就在我手上啦，我要来试喝了。真的蛮好喝的。等一下，牙齿怎么有点酸酸怪怪的啊？牙医上次有提醒我，如果牙齿开始酸痛，可能就是牙周问题的前兆。不会吧？你要不要试看看水神漱口水？对耶，除了饭后刷牙之外，使用水神漱口水也可以辅助口腔清洁哦，甚至还可以降低牙周病的发生率。我现在就来使用看看咯。每次含20毫升的水神漱口水，30秒后吐出，不用再用清水漱口哦。水神漱口水荣获国家品质认证标章，可以帮助维持口腔清洁。大家在饭后刷牙之后，也可以使用的是水神漱口水来辅助清洁牙缝间的死角，帮助降低牙周病的发生率，同时也可以帮助去除牙菌斑哦。现在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水神漱口水在中天电商平台快点购独家贩售，如果您喜欢，记得赶紧下单，同时也可以使用的推荐代码 CTI717， 全部都是小写的，可以享有折扣哦。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猪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比酒精啦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